这个刚才是这个九春啊，九春给大家出了《西游记》，说好了说郑老师我那个二十分钟我就下去，我在后面我就唱表啊，哎呀，但是他这个不是你得原谅他，他说书就有一个特点的碎梁子，就是说书呢，你要这么说吧，说书的就饿死了。啊，真的，你想想《西游记》他今天说多大呢？他把哪儿说的？你这么想吧，你最起码三十多篇过去了，这就相当于武松打虎六分钟老虎死了，那是老虎死了吗？那不说书就饿死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武松打虎你且见不见老虎呢？看见老虎你且分析武松心里怎么想的，老虎怎么想的，对吧？老虎看见武松他得琢磨一个礼拜，你这说书的才行吗？对吧？哎，说了有三十多分钟啊，后边我们好些演员就好算上点啊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撂地演出呢，就是给大家看的那个形式。咱、其实各位也买了票坐在这儿是吧？真正的撂地演出是很残酷的。德云社我不知道谁正儿八经的参加过撂地演出。所谓撂地演出就是非剧场形式演出，我是正儿八经的演过的。啊，就是当年啊，我不是天津人，我也不是这个北京人，我是沈阳人。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沈阳。喜欢相声，我想学相声，我想说相声。那个年代没有地方让你说相声，各位，但是现在有德云社了，我买票听相声去。各位，你想想，三十年前您想听相声去，你神经不太好吧？对吧？你听相声，我说你想听相声，我想说相声都没地方。所以说，只要这个地方让我说相声，我就愿意去演。所以那个撂地是非常残酷的。现在各位，你是坐着，真正的撂地你不是坐着，真正的撂地是我在外边呢，我在马路上呢，我在马路上我站着，您在这走，您在这走，我这闲聊天吧，您说了，我说在这儿，说在这儿呢，然后这个你坐着听我说，哎，你觉得我说的好了，你兜里你有三毛，你有两毛，你扔在这儿，是吧？你今天。有一天有二十个人，我算好买卖。所以现在你德云社，你郭老师商演，演一万八千人体育馆，跟过去撂地的老先生一辈子也演不了一万八千人。所以撂地是极其残酷的，各位，你想想，您是走道，您是走道，你有事儿，对吧？您是到那边办事儿去，事儿不办了，你站着听我说。你还得把钱最后给我留下，这不是诈骗，这是啊！你想想，你这派出所现在不拘留你，你卖人家东西，你跟人要钱，我都忍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两句话，还把钱给你了？那不是诈骗是什么呀？对吧？所以过去这个撂地是极其残酷的一件事情。过去为什么有句话叫刮风减半，下雨全完了？一刮风，马路上没多人了；一下雨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你想说说给人家，对吧？还有一句话就说过去这个撂地演出叫什么？平地抠饼，对面拿贼。什么叫平地抠饼，对面拿贼？什么都没有，你俩就路过，我就把你给留下。关键是。我凭什么给各位留下，对吧？你说那里我得靠到本事，那本事这两句话你说出来容易，你练会了它不容易。你看有的时候那个说书先生啊，或者说单口相声，往那一拍手，听他说定场诗，有的定场诗大家常听啊，有的听完听的是糊涂的啊。我小的时候就是听刘宝瑞。八月中秋薄暮路上行人凄凉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夜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，是吧？清晨早念文章，日夜寒苦在书房，方显得才高。是否
小时候天妈，我觉得这几句不挨着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不挨着？对呀、啊，你哪怕日照香炉生紫烟呢？遥看瀑布挂前川呢？我知道它是什么事儿。这几句：八月中秋薄露，八月中秋薄露，路上行人凄凉。小时候不挨着呀，哎，长大了学这行了，老先生说他不挨着就对了，他要挨着你就饿死了。我就没明白是怎么要挨着就饿死了呀？你这么想啊？你要说日照香炉生紫烟，他在这走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他就走了，对吧？他会，他凭什么给你钱？那九叔他说《西游记》，他要说的跟你买的书一模一样，你疯了，你给他钱？但他必须得跟你看的不一样。离开他这儿，你不知道了。哎，这我得证明大明怎么回事，对吧？所以那个老先生过去那个，那不是定场诗，那八月中秋薄露，他不是定场诗，他是干嘛的呢？白沙写字儿啊，他在地下写八月中秋，他按圈写中秋薄露。第二句不叫路上行人凄凉吗？可是那个薄露的露下面不就是那个马路的路吗？那个路他就不写了，他在那路下呢直接写个上，路上行人凄凉，凉最后边是什么？那小字呢？哎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小就不写了。后来日夜千丝万想，香后边不是日吗？日他不写了，日夜千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，心想底下不心吗？心他不写了，他今日心中不得宁静，清晨早念文章，静啊，安静的静，对吧？哎，你写写，最后他写一个圈，他能念下来，你可念不下来。哎，哪句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是不是不走了？你不走，你得看看他怎么念下来的呀？你站住了，他心里就有底了。但是他不能抬头，他只要一抬头，一跟你这个眼光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就明白了，他要骗我钱，他是有目的性的。各位，你现在一接电话，你好，我是工商银行，我今天啊不要，对吧？他要不要你是谁，你必须得听什么事儿找我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工商银行不要。就是他不能抬头，只要四目相对你就明白了。但是他怎么知道来多少个人呢？他一边写着数腿，这一人准俩腿呀、没有三条腿的呀。你说一条腿，一条腿你得数个拐呀，对吧？他数腿，哎，同学们，哎，别差不多少了，哎，他在这圈写完了，他站起来不让人家说，那是非常残酷，非常不容易。而且各位，环境越残酷，艺人的本事就越大。你像现在这个剧场演出，不练能耐，为什么呢？你起哄我报警，对吧？也我管不了你，我不信派出所管不了你，对吧？你现在这有理，过去那个料真正料就没有理。没有理，那刚刚您先生八十多了，还是唱山东快书，就是他在部队农民团唱山东快书，给站着礼堂演出。后来团里就说您年纪太大了，您要是觉得累了，你跟我们说一声，是吧？就不安排您演出了。高云金先生说我不累，他说您都八十多了，你怎么不累？他说我真不累。他说过去我是给四面观众演，现在我是给一面演，我累什么？给四面演是什么？各位，我出这边演的时候，你们可看不见我正脸儿，看不见我正脸儿，你们可就走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为吃上饭怎么办呢？我后背都得让你看着有意思，对啊。所以我现在我只给一面演了，我累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累了。而且过去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你越好，你越危险。你比如说我上舞蹈二，我上山东快书，我唱特别好。哪个地方他们有俩不讲理的吧？对呀、
呀，你什么年头了，有俩不讲理的呀，对吧？人家喝完酒过来了，你过来，你会唱《无聊二》啊？听说你唱的好是吧？来吧，我不给你钱啊，钱拿着，放着，来我唱高兴了，这个拿走，唱不高兴，今天打一个嘴，唱吧。真的，这不是玩笑啊！真的，他喝了，他喝多了，今天他就气儿不顺，他就要拿你痛快痛快。这是真的，你唱不唱？你说我不唱，我不演了，不行吗？不行，就残酷吧。所以怎么办？所以各位，你看这《山东快书》为什么第二句一定是高知？现在水月不要将，标一标，两下子好汉玩了。他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他第二句必须把你心掏出来，让你的心跟着我走，我最后唱完了我再给你安回去。对，我能不能挣钱咱先别说，我先把我这条腿保住了。所以撂地演出是艺人最残酷的啊！现在剧场舞台上你再加上观众那个文化也高也包容，年轻演员忘词儿，观众都包容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慢慢想，不要紧，慢慢想。对，都打岁数过嘛。啊，真的，你过去也这样。你自打那个有舞台有剧场的，能在房顶子底下说相声的演员幸福极了。啊，那个就是过去那个老相声大会，就我的师傅给我们讲，就是我师爷杨太泉他们那代人。在那说相声的时候，底下那个老观众自己有一个外号，叫笑皮，就是听相声都听皮了。啊，就是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啊。你说你的，你说对了，他不走心；你说错了，他走心。哎，错了，对他是逮你乐去了。他不来听你说，你说什么他都知道。你那地方，你多说一句跟昨天不一样，他都知道。而且那个撂地什么是个本事呢？各位，就是撂这个是个本事。啊，我们行话叫什么呢？我们行话叫配厨，就是昨天还有呢，就是打零钱，拿个小笸箩打零钱。哎，就是那个钱大伙都拿走了。这个贺英啊，贺英换了好些个呢，然后观众给拿走了，这是不够的。有吗？有一会儿拿他刚才打的钱。对，这大伙觉得有意思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打零钱是有规矩的。有什么规矩呢？一人出去打零钱，拿着小斧子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斧子没有。这个是吗？对。啊，这大。这个你谁给你那么钱？就是各位啊，您出去看，只要打零钱，他这么拿这斧子就别给他。为什么？手心向上叫要，一人是拿一换，怎么办呢？这么大零钱，哎，这是打零钱的。而且当年这个沈阳相声大会，我的师爷杨海泉先生。他的能耐是中场的能耐，但是到底分钱的时候，跟底拿一边儿分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去打零钱比别人打的来的多。所以这是单一路买的话，就是同样你打算给一块，我去您就愿意给两块。而且我只有两句话的时间，我不可能我前面不走，跟这儿我聊三十分钟是吧？那不可能，哎，这就是你能耐。所以说撂地是一个极其残酷的，而且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演，因为过去会的不多。真的，就是德云社演员啊，说这个学员会50段上台才给开工资，我们要再开份儿。这是今天，因为德云社的演出量大，过去这老相声大会底也就10来万。他就10段，所以说他就得常换地方。你拿北京、天津的演员来说吧，出了山海关，沈阳是第一站，
到沈阳就决定我接着往北走，还是我回家。为什么？沈阳挣不着钱，有时候就回来了，因为再往前走就没有火车票钱了。对啊，我沈阳没挣着钱呀、是不是要我一个？我沈阳没挣着钱呀，没挣着钱，留一个火车票钱，赶紧回来，赶紧回来呀！我挣着钱了，我能再往前走，我到长春去，我到哈尔滨去。沈阳没挣着钱，赶紧就回来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营口，营口，营口大伙儿现在觉得这城市挺小的，过去营口有四个旅社，你就想想小不小了？就是这都是相声演员常去的地方，天津、北京、沈阳，包括南京，啊，这几个地方都是老先生常去的地方。尤其过去说是那个我说书。你说书，你必须要跟当地的同行搞好关系。为什么说残酷呢？你不搞好关系，你凭什么在我吃饭碗里买饭？我凭什么让你来？那过去叫穷帮，我走到这儿了，没钱了，我也干这个，你也干这个，我借你这个剧场，我演一场。你不得跟人搞好关系吗？你不得跟人客气吗？你跟人搞好关系，跟人客气。不但让你在这儿演一场，今天所有人演完的钱不要给你拿走。你跟人关系不好，你要在这儿演不可能，你马路上演你管不着我，不行。不，没有什么管用，同行你不让你演。真的，这当年这个就沈阳先生大会那时候，老先生之间也闹，你看那老头老太太，他们也年轻过。啊，真的也年轻过。哎呦，他们闹的那个东西，你现在想想，是老头老太太干的事吗？当年南京有一个老前辈叫张永熙先生，火演到沈阳。金兵厂先生，我叫师公，傅兰英女士，金兵厂先生的爱人，这是我师爷杨海泉先生在地上教出来的。漂亮小圆脸烫头，穿着旗袍玻璃丝袜子，都跟那个拿张雨绮火的头里来啊。傅奶奶说，哎，我们让你今天一个包袱不行，你信吗？后台跟你开玩笑，你要搅和，你搅和这一个包袱我信，你搅和一场那不可能啊，对吧？你刚才九叔在这说书，我在后边我搅和那一个包袱，我不能说由头是尾全搅和呀，他也不至于这么笨呢，对吧？傅太太，你瞧着呀，那时候就是这种演出，就你们就这么演员在这儿，演员在这儿坐一排啊，就反正谁接场谁上来，演完就回去就是坐着。大老爷们说一下，傅太太在这儿坐着，都是那个旗袍玻璃丝袜子，一到包袱口。傅奶奶就在这提着玻璃丝袜子，那谁还听说相声？你说你光谁听说相声？啊！他又干这个，他又知道他马上就是包袱，越到包袱他就在这儿提着玻璃丝袜子。整场就一个包袱没响，下来问你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，哎，就过去地上演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，而且有一个包袱啊，有一个好的什么能逗大家乐的笑料，大伙都抢着用。为什么？那是饭，那真是饭。啊，说书的讲故事还好，你这是想为什么说书啊？过去说书比说相声赚钱，你就拿沈阳来说，我打小接触沈阳的老先生，沈阳说书的都有福。你他能耐大，他可能来一段；他能耐小，他把他能哪买半间房的，他也有房。为什么呢？说书的他就是比着说相声的文化。各位，四大名著写在纸上叫四大名著，嘴里说出来就不叫四大名著了。对吧？所以他知道攒钱，他知道过日子。就相声演员要一人钱当天完，啊，今天下来结完账，直接就奔饭馆，就挣多少花多少，
啊，说书的就是，说书的白头，他知道我得攒钱，我得好好工作。而且这个说书他是一个人挣钱，说相声两人分钱，唱戏的更晚了，对吧？唱戏你追人，侯宝林先生为什么不唱戏了呢？分不着钱。对呀、啊，他能唱全，他不说相声，我也唱戏，我唱梅兰芳多好啊！他分不着钱，哎，就分不着钱，我不能饿着呀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说相声那种，俩人分钱，这比我们唱戏少得多。我干了这个，我能吃饱，就那么回事，对吧？而且说书，说书讲故事的时候，他不见得说这书就跟今天你们大伙在电视上广播里听的那个书。我们现在接触的相声也好啊，还有这个广播也好，都是这个电视上收音机里听的，那个不让你聊闲白儿，对吧？你收音机那个玩意儿，你不能跟人聊闲白儿啊，你聊闲白儿台长不让呢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聊闲白儿的书不够说的呀，对吧？我盼着你过去，你就说说个什么三国呀，什么是不是啊？说这个那都算有学问、有身份的人听，一般人听不懂三国。你各位，你们回忆回忆，谁说过《红楼梦》？我得饿死了。咱还别说《红楼梦》那个原著，电视剧你都看不下去。因为什么？咱老百姓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说吃不上、喝不上，我说你哭一鼻子，咱忍了。一天你哭得掉汗，你哭什么呀？这倒不是咱过的日子，这咱过的是牛老的那个日子，对吧？月底还不上了，赶紧借点是吧？他不理解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过去老先生说书也存在这个问题。就过去你看说春秋战国的都很少，对，故事不连贯。就是听完别人不来了，他们想什么办法让你来？你不但今天来，你明天还得来，你连来一个月，你永远上当了，就晚了。啊，就哪怕明天我都没有话说了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能让你感觉出来。那我今天晚上我给你来书号，我给你拴得牢牢的。哎，这书号越不像话越好。越像话越对了，当然这个就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说书先生自己的文化，他的文化高，他这个书口拴的就科学一点、合理一点。那说书的过去是也不见得都念过书啊，那没文化怎么办呢？也有了简单的书口，实在说不下去了，我实在到点了，找不着怎么办？这时候来一个白头的老头。咱明天那白胡子老头就没了啊，就不提了。再说不下去了，又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对吧？那当然呢，他有的时候就是他得想一切办法，为什么？料理嘛，他就残酷嘛，他得问饭呢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说了说三侠五义，说三侠五义，你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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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实在没得说了。没可说了，我得找个米家，对吧？展昭斩熊飞，今天说第七回斩熊飞出事，说着说着快结束了，这满堂观众人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得让他来呀。说展昭斩熊飞，那是御前四品带刀不归。这天斩熊飞正在皇宫里面巡逻，忽然墙上飘下一道黑影，斩昭拿宝剑。跟这黑影都打在一起，俗话说刀剑无眼啊，这黑影回手一剑，剑尖正中斩熊飞的梗嗓咽喉。若大门下斩昭斩熊飞是命然，黄泉他去不用走了，他走了，听书的东西了吗？听书在这里讨论啊，他死了。就是说
气了，这兄弟出事了，出来就死了，那不成战书飞出事了吗？不是他死了以后，谁保着包大人，谁就放粮去？哎，一说，看你说书的先生年纪不大，但是不小，你这咱都没听过呀，明天都得回来啊，那你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第二个，听书的都。听书的是回来的，那说书的还敢回来吗？哎呦，我在家里转悠啊，要了命，实在没辙了，上师傅家问问师傅去吧。到师傅家推门一看，师傅有失面了，不挣钱啊，不挣钱也只能失面，谁不爱吃炒菜呀、啊？
举个例子，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？是不是相当于我站在前门楼子上抬眼一看，整片的故宫都没了？就是，各位，出去就该明天就上来，明天早早的回来等着，说不上来把家就地弄死。听书的都很疯啊！是啊，听书的都回来了，那说书的还敢回来吗？实在没辙了，上师傅家问问师傅去吗？啊，到师傅家去一看，师傅说师傅家不挣钱，哎呀，做给自己吃的啊。师傅你挺好的啊。现在我说咱家无意了。这个放凉，这个放凉，回来了就走到东京变凉城了吧？如果东京变凉城一个说明一个，那是。嘴里那口都掏出来了。都没心咽下去了，全没了吗？踪影皆无，我连上瓦都没得上去。